9月4日消息，昨天尤文图斯放假一天， C 罗带着女友乔治娜、儿子米尼罗去撒丁岛度假。面对衣着清凉的乔妹，罗总裁一门心思玩手机，颇为有趣。C 罗乔治娜度假， C 罗今夏转会尤文之后打了三场比赛还没等到处子球，欧足联年度最佳评选中输给了前皇马队友莫德里奇，无缘年度最佳。总裁当遭遇困境时，家人就是最温暖的港湾。C 罗女友乔治娜昨晚在 Instagram 上晒出了和葡萄牙人乘坐游艇散心的照片，两人相拥在一起晒太阳浴。复完是一句心灵鸡汤，当你感到寒冷时，你就会觉得一个温暖的拥抱是多么棒。总裁夫妇走上游艇， C 罗秀一下健壮身材，衣着清凉的乔治娜也展示自己的曼妙身材。在摆拍了与女友晒太阳的合影之后， C 罗专心玩起了手机，一旁有美人，总裁只顾着玩手机，多少有些不解风情。乔治娜也无聊的趴下晒太阳了，米米罗也凑过来看父亲在玩什么晒太阳，搂着乔妹，父子一同戏水。相信经过短暂休息之后， C 罗能够找回自己的进球感觉。